哎，真的耶！跳车。哎，等。哎。有一只，有一只泡在水里的僵尸。过不久，它是变身了，但是变身的没有利用价值。对啊，它只是 cosplay 而已。那还有，哦，他没有拿，算了，放。不行，没有拿还是有机会会掉啊。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有吧？不会吧？没有，看一下，蓝叉戟。你们好远的哦！等你还没上哦，等你。刚上传，有了，可以了。哦不，我真的不会。啊。好困难哦！僵尸生成的时候有 15% 的机会会带三叉戟，然后带三叉戟的僵尸，哎，这沉尸有 8.5% 的几率会掉落。哎，等一下，藏宝图在我们右边、左边，顺路哎，酷。哇，这个时候一发就打到三叉戟，真的很神哎！吼吼吼！所以那天晚上打到，整个吓到，怎么可能？超狂的，遇到第一只就打到了。是的，在这里吧？啊，在这里。来了来了，烂船！我跳船，然后你就立刻开走。然后鱼竿在这啊，哎、欸，那边有海豚，你要不要去引它？哎、欸，在哪里？那边右边，最前方。真的，给它吃。我要再去找生鱼了。盖了三圈。啊！哎呦！哦。啊！我砍，砍，我砍。哎哎哎！哎、欸，那边有一艘沉船呢。那就对了。耶！我最爱挖沉船。好，我要给它吃生鱼。你们老是有水。来，海豚不要走。哎、欸，海豚不要推我，我要给你吃生鱼。啊！一靠近海豚，它就把我推得超远，我要怎么？它没推你，是你自己推你自己。哦，是吗？对。你误会它了。我挖到了。哦。哇，又有钻石了呢。我把乐色扔进。哎、欸，有钻石哎。哎、欸、被三叉戟丢了。走喽。哦，这这边这只有三叉戟。打！我也要打，我也要打！来来来，给你开箱，我打打另外一只。哎呀哎呀，不要再丢我了！去找他了。帮你把船带过去哦。射不到我嘞！我射。没呢。没事。来。你这边有一只。给你吃，给你吃鱼。他在不吃啊，不吃啊，不吃吗？你给他吃什么鱼？生鳕鱼啊。会啊。哎，海豚不要跑。我两个一样的藏宝图，哎，废。哎，不要跑，不要推我，不要吃腐肉，给你。哎，他吃了，他吃了，好高兴，可爱哟。哎，他吃下去就吐出来，然后又吃下去就吐出来，是怎样？他不吃那个啊。船里都是垃圾。哦，时钟酷。什么时钟？可以告诉。船里有一个时钟。那看一下，我们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？我们现在是白天跟晚上中间。哎呦，在水面上看起来也是这样子的。刚。好了，这个船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。你把火烧了。在水里烧不起来。对吧？现在生存，纯生存。应该没了。好了，走吧。完全穿越。对啊，我们这趟海底遗迹之旅真的超遥远。哎，不对，是海底堡垒哦。就深海遗迹啊。哦，深海遗迹。中介的门是不是也会在深海遗迹里面啊？
就随机大运。哇，搞不好有，会不会有机会？我们这次找的这个刚好里面就有中介门。会吗？我扔过中介珍珠，好像在反方向。哦哦。那时候要做中介箱，不小心扔到。还没到、哦。还没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位置动了，位置动了。Nice。他现在跑到左，他左边在动，都要往那我们要上岸了。哦好。往左。哦不不不。可以放一下，可以放一下那个吗？中介箱。我把时钟给丢进去。哇，还有一颗钻石！哎、欸，怎么会有一个丛林墓园墓啊？这样忙过头了、欸，马铃薯，五马，我在乱丢。方向。好了，丢了一堆东西在旁边。但我去捡箱子的时候，不就会吸到了吗？哈哈哈！哎，神乎！哎、欸，不对，我走，还是要往 W 吧？就是那边。那 W 不走吧？你走我看。W 是西边，左边。看看，那现在就是剩一个水平面在走。好，我看看。走。往东，往东是一，这里。走吧。可以按对地图按 F， 可以拿着看。牛可不可以骑啊？可以点 F。这边有马哎、欸，好白好美啊！可恶，没带，我把它当垃圾丢了。小心有洞哦。好。耶、yeah, ，又可以坐船了，应该差不多了吧？他在陆地上哦。没有吧？我看到海了哎、欸。为什么你的头在冒泡泡？啊！冰川哎、欸！哦，冰川哎、欸！我有带丝绸搞搞。哎，沙北极熊。哦不。有什么冰川才有的资源吗？北极熊。啊，北极熊是资源吗？蓝冰，蓝冰是一个人吗？寒吧，哎、欸，注意注意，打爆打爆打爆，脚下脚下脚下，哇、哦，好大一团，耶，在哪里？阿邦，没有哎、欸，哇哇哇哇。哦、沒 有拿钓竿的啦。哇你可以挖一些冰蓝冰回去给我，我可以盖一些好用的东西。蓝冰哦，好，对，我要来找辣鸡宝箱了。蓝冰长什么样子？应该就这个吧。哎、欸，还是冰块。哪里？你挖看这个是什么？应该是冰而已啦。冰？什么呢？是冰。好，那你去挖这边，这个比较不透明的这个，好，好小一个哦，对啊，是吧？冰砖哦，那这可以，这也可以，有这个挖爆，只是蓝冰在上面是走路更快。我叠二，我叠幺。这个的话是怪会怪可以在上面生，然后它可以也可以滑行，所以做生怪塔很棒。可是这边没蓝冰啊，脚下这个不是哦，就是这冰块而已。我看它颜色很深啊。嗯，我也觉得它很深。哦、好爽，嘎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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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哈哈哈，又是一张新的藏宝图哦。哦不，其实蛮大片的哎。蛮大片什么？冰川啊。嗯。要挖几组？好，应该也够了，不然我们真的身上都要爆了。你挖了多少？看一下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组。好了，够了够了，感谢。组。对呀、啊。想不想做船？有船，有一组只有四十几格的，我把它填到满。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好的，你的位置被坐走了。被谁坐走？北极熊。哇！哇，我要看。好大只哦！我们要把北极熊带回去养吗？不可能，它养不动，它养不了。哇，好 Q 哦，好可爱哦！超大只哎、欸！它还只能侧坐，跟淑女一样。好可爱哦！太大只了吧？它自己走上来的吗？没有，我刚刚想说，你们可以在冰上面坐船，会很快。啊、对，你可以打掉去前面的冰，前面这边比较大片。那我们现在要走了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走吧。好。走。那这次北极熊要游泳。可以不用放，你可以不用放北极熊啊，你就载它过来吧。对啊，你就把北极熊载离它的家园。你把北极熊载到下的那个遗迹去。没有啊，前面应该有它的伙伴。哦，前面也是，会被排挤。哇、哦，前面好大的冰川哦！哇，这边好大洞哦！哎，下面有船。哎，有蓝冰，我看到了。哪里哪里？然后脚胶。哦，看到了。这个是目前方块跑速最快的东西。哇，好多哦，这里。哦，我看到了。是是想上岸？要挖是不是？可以挖。好，要。那我去挖那个船。啊！打到他了啦！蓝冰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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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会死！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你会死！怎么那么贴心？要打我，你会死哦！是你先打他的、啊。我要打船嘛！哇！道歉。哇，这个箱子 CP 值好高哦，它只有铁跟绿宝石。哎呦！做不错。哦，我最上来了。哇，哎、欸，北极熊会游泳哎、欸。会啊。没有在看 Discovery 啊。真实的啦。哦，原来是指这个。哎、欸，我的中介箱也满了，怎么这样呢？哎、欸，我发现我的中介箱里面有爱、欸。哼，两张一模一样的藏宝图在我身上，丢一张回去。嗯，嗯，好的，好的。要挖多少蓝冰？你多少了？我挖现在一组而已，不多。因为蓝冰就只有这个环境才有，蓝冰还不好挖哎、欸。因为它是一般砖块，嗯，它没有办法这样，不是这样的。那是什么？就是像我刚才那样的，砰我的铲子坏了，我没有带。鱼竿铲铲。我没有带经验修补。来来来，我的这里有。没关系，就让它坏吧。好吧。为什么地上有一组烤鱼？我丢、啊、箱子里的吧。为什么不吃烤鱼？因为我带了很多烤鱼，我的中介箱满了，我装冰块装上去了。现在刚天亮，还要再挖吗？要黄昏了吧？可以走了，可以走，我们逗留太久了。哎、欸，已经开始出地图了。哎呦！有颜色是不是，有蓝色，有颜色了。等一下，我再装一下。去。
结果只有一组的那个蓝兵。走了吗？够。只有一组哦，够吗？反正够了。那个只是盖路用的。我捡到有人垃圾了。不够的话也可以用冰就好了。嘻嘻嘻，等一下。哇，我们跑得超级远，天哪！有下有宝可以打。对啊，要不要回去打？现在这边啊，一只宝。很多哎、欸，这里。那边吗？这一片啊。我没看到有怪的图案、欸。对啊。但是都是啊，这是那个海沟啦。对啊。没事，没事。老卡不行。嗯，哎、欸，有浮尸，对啊，看一下，上来，没有拿三通纸，也，哎、欸，出不去，只要打谁、啊？哦，开始出现在打吗？地图里了，打，哎、欸，浮尸是会不会咬人啊？会啊，会耶，你赶快，一关走了，那靠我靠的好近都不咬我啊。哎，怎么11:30了？到了吗？要离开这块冰。到了会很明显。哦。啊。哎呀。就在前面。不去啊。过这块冰川就是了。过不去。哪边啊？感觉这里啊。我看到了。阿迪。前面我可以下船了。哦，我看到了。哦，好明显哦。哪里啊？你们在哪里啊？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你了。哦，要开打了吗？哇，兴奋啊！我好紧张啊！要把中介箱放哪？等下打文字。到时候放水里吗？放这边就可以了。那你看起来怎么不像一个冰屋啊？雪屋吗？哎、欸，对耶，哎、欸，不是啊。是吗？不是，有雪屋这个东西吗？有啊，里面会固定给一个虚弱药水跟金苹果，要给你用复活村民用的。可爱。哦，那个海下遗迹太大了吧？可以咯，这边就开始有效果咯，可以放出来了。好，放。放啥？中介箱啊。中介箱。然后夜视、迅捷、力量。水下呼吸试管全部都刻下去啊、哦！对，我们只有八分钟的时间。哇，太刺激了！对啊，你应该是第一次打这个。你看小地图上面会有红色很大的眼睛，那个就是远古守卫。哎呀，真的耶，好恶哦！等一下你接近它就会被吓到啊！啊，不该讲出来。我干超多哎，让胡子。